来喝水。别挠了，本来就丑，挠破相了更恶心。贝贝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过敏了。汤贝贝，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啊？宋周，把监控调出来，我要看。景晨，你找我？请你吃东西。景晨，你忘了，人家吃花生米会过敏的。你给汤贝贝下药的时候，不也是明知道他会过敏的吗？这个。你为了汤贝贝这么对我？汤贝贝是我的一生挚爱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你的主治医生。今天开始你不是。你要开除我？你不想治好你的腿了吗？我宁愿坐一辈子轮椅，也不会忍受有人欺负我的妻子。别挠了，会破相的。可是不挠好痒呀。我有办法。